魏公公，人已经抓到了，就是他。不论尺度，不论手段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能说话就行。明白。一定要把我房奸细的名单给审出来。公公放心。小兄弟，说与不说自己考虑啊，这东西招呼在脸上啥感觉应该知道吧。不说，有什么酷刑就尽管使出来吧。哟，有脾气。兄弟，我是六扇门卧底蘑菇头，已经在这里卧底好几年了。你也是六扇门的人？对。你听我说，这方圆几十公里全是他们的人，我逃不了了。我可以放你走啊。不，这样你就暴露了，你留在这里的作用比我的大，待会儿他们一定会对我施以酷刑。蘑菇头，帮我个忙，给我来个痛快的。不，不行，最有尊严的死法就是守着秘密死在自己人的手里。动手吧，兄弟，走好，一切为了大业。呀，停下！你平时都不磨刀的吗？你的刀那么钝，连我的皮都拉不开，戳得我的骨头好痛啊！不好意思，你快想想办法，趁梅公公回来之前，给我个痛快。放心。这个看起来应该可以一击毙命。哈，来吧，一切为了大业。大哥，瞄准一点。好好好，再来。好。大哥，你是怎么做到每一次都避开要害的？能不能给我个痛快？给我个痛快！兄弟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快想办法。这毒蛇剧毒无比，被他咬破，无不之后必定暴毙。一切为了大业！等一下，嗯，你是不是傻？我被绑着怎么走五步？哎呀，这个倒是没考虑到。但是我也没有钥匙啊！哎呀，好奇怪，我的身体突然变得好痒。这是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个没走五步之前会有一点副作用，就是奇痒难耐。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，太痒了！给我个痛快，给我个痛快！兄弟，我正在想办法。哎呀，有了！断肠水，无色无味，剧毒无比，只要小小的一滴，瞬间肝肠寸断。来。为了大爷！不是说好的瞬间吗？哎，怎么会啊？怎么了？不只是痒，还有一种被放在火上烤的感觉。我受不了了！坏了，会不会是无蛇毒和这个断肠水药性相抵，以毒攻毒了？我好痛苦！疼！你别急啊，我一定想办法弄死你的！你干脆掐死我算了啊！哎，顾大爷，哎呀，我这……你这是干嘛？抽筋了，我……我受不了了！梅公公，我招，我全招！大成，蘑菇头是哪间？蘑菇头是哪间？定要叛变！他怎么了？这小子嘴太硬了，服毒了。我就不信了，再去抓人。公公放心。辛苦了，兄弟。咻咻咻咻咻！短，陈翔6:30。